你觉得我什么时候上？现在。哎哎，对不起。OK， 李队上场。OK，J Team 使用了领队时间。上场的是杰伦哥周杰伦。今天有意思啊！今天玩得很好啊！周董在场上得分翻倍。哎，主动防守易建联。完了，梁哥不好意思打了。完了，这是心理限制。这样上去让我打乱他们节奏，他不可能好好打的，周杰伦。哎嘿嘿，跳投，哎，还是有影响的。转给他，终点车交给周杰伦。我们都是篮球爱好者，我喜欢的篮球的心态是不输给任何球员的。他第一个球投进，我真的觉得很惊讶，因为在坐着的时候突然间上去打篮球，你很不容易进球。来，全场跟我一起喊周杰伦。小跳楼命中两分，那真的是随便打。换人 ，JT 请求换人，换上冯汉普、张天翼。JT 的球权，抓紧时间利用领队时间。周董给到冯汉普，哇！面对易建联两分命中，后面，对，易建联是不是要还一个 answer ball？easy， 视若无物，直接突破进入内线。杰伦哥，哇，面对易建联，哇哦，空位的机会，哇，险些命中，出来，把篮交给丁威迪，走 5, 4, 3, 2, 1。换人。领队时间到。杰伦哥，好球，太帅了，杰伦哥。自己比较后悔的就是没有多投几球，有一种那种见好就收的感觉，不应该这样，就是当你顺手了应该多投，所以我有点后悔。没想到这个易建联防守我也是啊，防守挺认真的，早知道不给他看演唱会了哦。之前还一起看过演唱会，没想到啊，这次跑到别人队上去了。决定换上钟贤超，龙骑士换上了孟博龙，最后八秒，钟贤超双掩护之后。三分没能命中。OK， 第一节比赛结束，恭喜龙骑士大魔王队攻下27分，以7分领先 J Team。好，加油！好，梁哥，歇会儿。可以。我们下一节打，如果马布里和李慕豪挡拆，我们先用穿过。好，如果说李慕豪再篮下拿到球了，能没带他起跳的时候就直接犯规。直接帮他发来一板，啊，现在就这么防。对方大魔王李慕豪，第一眼见哇，比阿联还高，这种感觉太高了。然后马布里一直是我的偶像。So he's a big shooter, so he'll just space on the wing. We can set a high pick and roll here. Look, you set a high pick and roll right there. Just stay over there. Yeah. You just roll to the basket. 你就站在 wing. Okay. 对。然后他们换，如果他们换。你就直接下去，然后他传给你。Just stay there. 我要看。第一节我们
有落后，可是没有落后那么惨。我一看比分，哎，我们输七分而已啦，我们的魔王还没上，他们魔王和我们打才输七分。我觉得第二节我们上魔王之后，我觉得我们能反超。哎，我们要追上，然后赢人的，对，加油加油，对，好 ，Let's go， 有决定 ，One two three， 乌鸦，前进，五，对没，喂 ，One two three， 龙骑士，小树啊，看你了啊，防守啊。好的，那马上开始我们第二节的比赛。给到大东，坐他啊！内线面对王春平，大打小的机会。外线朱明镇 ，three 面对李慕豪。马布里，手，找到汪真平，手，右侧出手，三分没能命中，但是 J Team 重新抢下篮板。马布里面对朱明镇 ，three two one， 一秒钟。李慕豪的身高和臂展非常恐怖，可以为我们 J Team 带来很多优势。大东，坐的篮下，篮下。哎，换人。J Team 急救换人。你上去。我是旁边。可以，你们换。大东给到张宁，超远三分出手。Last game, 55 points. 这是一个酷似大魔王的球员啊！大家准备好。马布里，灵巧的转身之后，李慕豪没有意识到这个球，外线张宁。三分的机会 ，three point， 来自张宁。大家漂亮啊！太稳了！他上场球得了55分。对，也没想到张宁居然可以面对马布里不畏惧，依然照杀全场。敌人给了马布里要掩护。掩护之后一记抛投，张宁成功抢断，三面对李慕豪，张宁，哎，这就是张宁，哇哦，太可怕，哎，这是龙骑士球员队的大魔王。I really like number 23 on our team. He made a lot of threes. It was really fun to watch. He gave our team a big boost. 他能打 CBA 吗？你觉得？他能打 CBA？ 好，能就行。好，来我们队学。可以。